本分局于10月27日7时57分接获110报案，于加东乡台县428公里处发生 A1 交通事故，经警方赶赴现场处理，系王姓驾驶人行程普重机车沿加东乡台县南下行驶至肇事地点时，欲回转至北上车道，与曾姓驾驶驾驶至小客车由南往北行驶至事故地点发生重击，王平受伤严重，到院前已死亡，这名无受伤，酒测值均为零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，欲转弯或回转时应礼让直行车先行，以减少交通事故发生。